老师，请问这辈子的功课如果还不完、做不完，下辈子真的还要再来吗？是不是还有机会来也不知道，因为六道这么宽呐、啊，要轮几世才再有一个人生，不知道，不是下辈子想来就来啊，是说只要有人生，找对修行路都可以当事成佛，这才是重点。一棵苹果树，只要找对一个农夫，真的会种的，他这一世就要结苹果了啦，对不对？种对种错而已啊。至于这种所谓的什么冤签啊，说怕说冤债还不完啊，对不对？真正还不完的，他也不太会当人啊，对不对？业债深的，在六道里不当人，人是善道哎，就是能够有人生的，基本上业债不至于太深了、啊，是这样。